同学梦见参加完马来西亚法会，直接去悉尼看师傅了。梦里呢，他忘记带大佛法了，他就问身边的同修借书。同修呢，给了他一本《白话佛法释》，他打开《白话佛法释》，在一篇文章的题目中文，看见写了好多字。他想请问师傅，这个梦是在提示他要精读《白话佛法》第四册吗？嗯，是的，里边肯定有很多对他有对症下药的事情。哦，这样的呀。嗯，好的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嗯。